危急，天下苍生危急，可对得起头顶上的千里昭昭？恶贯满盈，你是装不下了。君子之气不可为而不为，大丈夫当立于天地间。把人带上来。会试无力，乃是乱民心，祸朝纲，祖圣听的十恶重罪。即便你是侯府嫡子，也没有资格毁掉天下人对会试的信任。判秋后问斩。算是本性难改，可以换万人血书滔天的冤情。臣请旨，今夏江南是我的错，字字血泪，是那些狗官的错，他们只手遮天，中饱私囊，害得百姓受苦。太子殿下，粮食来了。我向诸位承诺，绝不再让一个子民饿死在我大清的土地上。坐下，大人还想瞒我到何时？恰是参与去年修河堤款下放的官员，你还敢说这不是你的内账？给我压下去！是是，来抄家也不为过。李家军并非是叛军，李家是被冤枉的。事已至此，不辩不明。天下大安如若是他的理想，那公正道义便是他的秉性。天下大安如果是建立在失去公正道义的基础上，然而确实弟子愿。届时，韩燕是不会答应的。请陛下，还帝家一个公道，还八万将士一个公道，还天下万民一个公道。韩燕今日在此立誓，必让万方子民见盛世景，享太平年。